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已知的一个二次函数是这个，那它这个满足哈，你把这 x 带 a 减一的话，等于呢，你 x 带 b 加二，那么它的 a 加 b 等于多少？我们知道说哈，这个是一个什么哈？是一个往口向上的这个二次函数，它对称轴在哪里？对称轴的话，在 x 等于多少？2a。分之负 b 啊，就等于负一的地方就在这里，负一啊。哦，然后呢，网口呢是什么呢？网口是向上，哦，可能是这样子啊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呢，他说哈，那这个这个图形哈，它对称于多少？对称于 x 等于一啊。那他现在是说哈，像我把 x 哈，如果带这一点，哦，这一点如果是 a 减一的话。得到函数值跟什么呢？跟呢这一点哦，带多少？带这个 b 加二呢？这个函数值一样的。也就是这两点的话哈，它会对称于什么呢？这个，也就这个加这个除以二要等于负一啊，就是 a 哈减一加上多少呢？b 加二，b 加二哈，它给它除以二。啊，因为这一点负一哈是这两点的中点，这个要等于多少呢？要等于负一啊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是 a 加 b 哈，啊加一啊，啊移过去，a 加 b 这等于多少？负二嘛，啊把一移过来，减一等于负三啊，所以 a 加 b 等于负三。所以这一题哈，答案应该要选三。